16号，陈可辛在微博发文回忆他与排球的缘分。第一次现场看中国女排比赛是在1978年曼谷亚运会，18岁的郎平第一次亮相国际大赛。那时候坐在场边的我16岁，现在我快60岁了，准备开拍中国女排的故事。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。据悉，电影《中国女排》释出定档海报，宣布将于2020年大年初一上映。影片由陈可辛导演，以几代中国女排真实故事为背景，讲述她们顽强拼搏、为国争光的故事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